阿佛哥大聖帶領嗰啲劇舞上嚟，咁啊又高。我嚟翻唔知嚟講句嚟見工啊乜嘢？可以見工啊？你喺換衫喺入邊啦。屹立四十二年，就连发哥七六年的狂潮都是在乐意旧谱取景，他更加趁乐意结业前来捧场。发哥，我不用多说话，我们先拍照，这些照就没有了。这么多年，扒房也受到不少名人和明星爱戴。William 还大赞星爷没架子，半山熟，说明半山熟。煮半山熟，煮完出嚟食咗半，唔該再煮過啲半山熟，山熟啲。另外，由於鄰近警察總部，唔少一哥亦都曾經係座上客。我依度呢張咧就靚位嚟嘅，睇曬成間餐廳。係邊位最中意坐呢度啊？哦，李君霞主將啊，就坐呢度啦。坐呢度，你可以坐下。William 更透露，呢位首个华人一哥最中意食焗海鲜饭。所有警务处长啊，同埋高官，即系纪律部队啲人咧，上到嚟都冇人同摆到。不过最令 William 印象深刻嘅就系七四年至七九年嘅处长施礼荣。即系可能人都走，咁嗰样唔啱，嗰样唔啱，咁样冇人咁。走埋嚟你嗰度坐啊嘛，系嘛？咁佢到嗰陣就講 excuse me 啊 ，excuse me can you serve？ 咁你就咁咪唔同啊？咁啊，即系啊，好開心啊！雖然下一代都分別喺金鐘同灣仔開始新式扒房，幾兄弟都六七十，但 William 仍然期望可以重張旗鼓開新鋪，同班熟客再聚。